是要找到理想，一于要站在台上，换个现在模样，终归会成为最响，做个为谁形象，敢点算痴心妄想，任我翻与滚都会得各样赞赏。就算高峰最顶听不到欢呼拍掌，未怕在尽头上只得到一声叹息，就算踏进前路只找到心中痛伤，亦要高叫胜呼叫胜赞与拍掌。